的气力非常的有力、好，刚刚听完了耿哥表演之后，现在是迪迪啦，不，没有意外的，迪迪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也是 Switch 的乐。这里有人不喜欢 Switch 的吗？啊？好像只有我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说的游戏我听不懂，我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是什么，什么纸片人还是什么的，有吗？有吗？好，哎，这不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欢迎的是我们的迪迪出来的表演。Thank you.